要跟我说一下哦。好，先当好。洗脸哥准备好 ，OK。好，谢谢大家来关心。在这个9月15号哈，以及一天行程真多，我会记起早时5点外就起来，因为在小港的孔宅里，有办这个健行活动，早上6点的，所以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那当天早上还跑公祭，然后我们小港的服务处要办成立的一个活动，所以真忝，然后一天是出早就起来。但是因为下午是这个凯校的开课，还有晚上迎新的活动啊，那因为是重要的行程哦，所以才特别搭高铁哦到台北去。那在这个晚上的迎新参会啊，这个是临时哈，因为我们的校友这个蔡其庸局长现在金门县的环保局长，那他这个来邀约因为他在离岛服务，那也难得一次时间回到台北来，那因为他对我在高雄选举也很关心这个帮忙我所以临时的用这个拍摄吼啊去甲伊记起来宾吼去跟他致意所以才过去。那其实因为其实真忝啦一天吼，所以本来是坐9点半的吼高铁要回到高雄那因为是旧事吼，也是老朋友，那久未见面多聊几句，所以最后我是赶坐末班车的高铁吼回到高雄。那所以这个来龙去脉吼是这个状况。那因为大家知道说选举受到很多人帮忙，好像蔡局长也是，那所以他的一个盛情之下实在才去人伊拍一个招呼当面甲感谢。那因为在中秋之前，那所以他也很贴心然后还准备了礼湖饼店的糕饼让志忠带回来所以要来祝我中秋这个平安让家人分享所以这个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是这个样子。要去之前就知道是招待所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啦这个是朋友他们邀约才前往，那当天纯粹是跟蔡局长来叙旧单纯的老友的叙旧，那其他我没有去多加注意那后来我就先离开，然后坐高铁回到高雄。那是你第一次去的地方吗？我没去过这个所在啦当然这个选举期间这个很多这种也是真无奈啦买单公司真无奈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要平常心面对齁。就是外交讲说最大的关键就是小姐有小姐做，我单纯去跟蔡局长叙旧齁，这讲出来可能你也不相信啦齁，但是嘛是在想我一起讲，就是说当然里面它是有分不同区域啦，那我跟蔡局长我们是在外面这个吧台这边是开放区啦那其他人他们是在里面的包厢所以是在不同款的区域齁，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有多去注意这可能你不相信齁，但是这实际情经营是安内吼嘛是爱叫实讲啦。相对你知道这个交涉吗？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太太知道这个交涉？他知道啦，对，他也是觉得这个平常心，因为我也是有跟他说明这个状况，确实就是跟蔡局长的叙旧，那他一共安内嘛了解啊，是，这终于是你第一次，但是听说这个招待所的老板是叶理事长，我们跟叶理事长的关系是，这大家都是校友，那校友很多也都很热心。然后大家是认识的，但是纯粹的是单纯的校友，所以那两个酒店妹你也不认识，对不对？我小三我也不清楚啦，我单纯就是跟蔡局长的叙旧，所以当时就都习惯约那个地方。没有，我跟蔡局长是这一次而已啊，之前他会来高雄，在不是在台北啊。那你的意思，你跟蔡局长坐吧台，然后那两个酒店妹跟其他人坐在另外的区域？其他人是在里面的包厢，我跟局长是在外面这个区域啦。对，你不是去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太好吗？自己当下就这么觉得？当下其实本来就订9点半的票要回到高雄啦，其实是真忝，老实讲，伊讲我5点外就起床，所以但是咱这双翼就是真侪人帮忙，也受到很多人帮忙，所以有时候这也是人情上的一种
人情在吼、哦、啊，所以我那咧邀约吼、哦，去甲因拍招呼，去甲因多谢，吼、哦，甲因感谢。啊，这开始啊，我那这个很无奈的事情呐、啊。志登这次被偷拍，会不会怀疑说是同选区其他的竞争对手在后面搞鬼？这个随时随地都有在跟拍啦，哦，那选举从来没有轻松哈、哦，都是很大的挑战，哦，那所以平常心面对，哦，那要更加努力，哦，在基层的打拼，哦，更认真，哦，来服务，我想这应该更重要。我担心这件事情对你选举造成影响和伤害。就从选举以来，我觉得都是充满各种挑战啦。哦，那我觉得做候选人，哦，就是要心中爱卡大粒的，哦，这个更加努力，哦，更加打拼，哦，全力以赴，哦，我觉得双翼不在乎嘛，哦，克怕扁，哦，那我觉得这个自己的一个哦心理建设。所以那天蔡局长交给那个红色塑胶袋里面是装什么？那个是里湖饼店的糕饼啦，哎，他就是说中秋前，哦，特别。给我带回来，然后跟家人分享，所以啊，一起啊，加温馨呐、啊，吼，这表哥，像我咋等来吼。被拍到蔡局长事后有跟你表示说，有在跟你联络吗？不啦，伊嘛讲啊真歹势，啊都纯粹叙旧，我啊造成你的困扰，我啊讲啊这也不要紧啦吼，就是说我也跟他说啊真歹势吼，啊其实是单纯大家叙旧，哦啊结果嘛造成伊的困扰，哦所以就是。对呀、啊，下次如果他再约你，会不会先问好要去什么地方？那讲要去用哦，我讲啊来台北车站那个隔壁的所在吼，啊咧，我是85°C啊，是对吼，实在这做无那个代志。哦，安尼个开始，结果是安尼啦吼。最近那个有没有要帮助你选或什么？最近两个会不会有公开的行为？对选情上，他会不会出来帮忙？这个我们这个竞选团队会去规划啦。哎，这个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哎，这个选举还是要靠候选人自己努力。就那个地方，请问一下，那个地方这么隐秘哦，但是你的行踪还是被人家掌握了，那会不会觉得说是有人故意去泄露你的行程？我觉得我应该是24小时都跟拍啦，所以这都习惯了啦。除了您太太，您刚才讲过，看您太太的反应之外，那家人的反应呢？像包括那您的父亲，也知道这些事情。我爸爸当然也知道啦，哎呀、啊，被狂骂一顿啊，哎呀、啊，伊讲阿丽是，那个不雅的代志，但是双一期间就是很敏感嘛，哦，会被人家做文章，哦，所以当然是被骂了一顿啊，哎、欸，好，谢谢大家哈，谢谢，谢谢，拍谁哦，我打给妈玩哦，刚过相片啊，刚过相片，蔡局长。